就算没人的话，也没关系的。 就一定要谨慎，可能他真没人，但是你要谨慎。捡个油桶，欢迎我摩哥，欢迎我摩哥，我好兄弟来看我，我好有面子。 欢迎我博哥，我好有面子。A W M， 直接拿枪，先把料拿满。还有这么多空投，肯定还有一把空投枪。不对，肯定还有一把空投枪，空投还没钱呢，至少还有两把空投枪感觉。看这个空投什么枪，我操，又是 A W M。 这不是逗我玩吗？他不会再来一把吧？他不会三把 AWM 应该不至于吧？狙击效应，快扩没必要感觉。 没空，两把 AWM， 一把没空，很好。双狙，兄弟们，存起来。 双狙秀，40发子弹，找个拖拽板，兄弟们，因为拖拽板这狙被控压不住啊。把料打满，是不是在放碟？怎么可能？你剑又能有碟吗？硬确实听，直接变成肥肥蛇怪。 狙击扩容没事儿，狙击扩容不重要。我 AWM 一发一个，就看似5发子弹，其实我只需要1-39就好了。因为我一枪杀完一个人，因为你把一个人杀完狙死他，肯定也要换子弹的，也不需要那么多子弹，一个弹夹，知道吧？杀完一个人就直接换子弹的，一枪一个。 39就够我用了，昂德斯丹，懂我意思吗，兄弟们？迫击炮，狗都不用，栓狙快速弹夹比较好，栓狙哪有快速弹夹，早就没了。 四倍镜不需要，栓狙哪来的快速弹夹？又有个迫击炮，这么一个房子两个迫击炮，能多带东西，多带个3发子弹，没啥用。这还有个箱子，捡过吗？捡过的，好像是子弹，我记得。 就是没有拖拽板，等会儿马枪怎么办？没空最重要的就是拖拽板，油就不要了呗，也没车，油也没用。房子后面还有一个。 有一个我也不需要啥了，他能给我啥？他又不会给我拖拽板。蓝拳手榴弹，这里面又不刷拖拽板，没啥用。
先把料打满，快回去开车，车不太好开，车能开吗？车没油了，知道呗？所以说开不了，没办法。现在不能滑步了，好烦，不能让我装杯了，裸奔就完事儿了，兄弟们，就我这个装备，我就算是平地干拉。他打我靶，我也能反手一枪把他爆头，一点不慌。干拉王呗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干拉王。车没油，开不了。防区不就有油吗？油我丢了，没办法呀 没丢的话，那车还是可以开的。车没油了，需要车，我们干拉就完了。狗都不开车，谁敢阴我？阴我直接反杀。这地方估计也不会有人。感觉好像这种地方不太安全，兄弟们，感觉怎么有点危险呢？再跑两步，被奔六吧。我先拔掉他们。开这个圈，防区有人吗？我到这防区呗。防区说不定已经有人了，然后把我六了。但不去防区的话，只能往山上走。在防区，说不定还能有人给我送车。感觉他妈要变六了，兄弟们！感觉老六就在附近了，不敢跑了，进房子吧。树上都有老六，进房子吧，兄弟们！这什么玩意儿？操！看到个人，刚好也他妈看到个人，把他杀了，我就可以进房子。这人还砸了罐子了，看到没？开盲盒，防区有人耶，那怎么办呢？怂的不行。什么叫怂呀？是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贴近他，知道吗？什么叫怂？怂是你明明跟他就位置什么地形差不多，但你不敢跟他对枪，不敢跟他打，那叫怂。我们的位置不行，那不上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不叫怂，这叫不冲动。什么叫怂呀？这叫理智，懂吗？Understand？我操！啊，吓我一跳！
他妈的，怎么地上飘了个鸟上去？吓了一只哥哥一跳，以为谁爬起来了。这个圈看到没？进防区也没用，就得走山上走。 直接把他干掉，兄弟们，帅！<笑>还有捡空投的你啊，就是他，老六丢在防区里面，直接被我捉掉，拖塞板一拿，爽！<笑>这不就来了吗？爽呀，兄弟们！拔掉他们，下面有空投你不捡，你要往山上来。 怎么想的耶？下面近点就有空投，他往山上跑，想什么呢，老邓？1500万升到10级了，看一下空投，我还要啥空投耶？ 一枪 AWM， 两枪被控，直接把他秒掉啊！兄弟们，这波准度如何？一枪 AWM 打身体，两枪被控，直接秒。一共开了4发子弹 ，AWM 一枪，被控3发，3发中了2发，瞬间 秒杀。怎么就这4个人了？我还有39发子弹，我 AWM， 还有4个人了，这人没车的吗？ 这人还没车，我还得干拉，坏了，下面有个车，走，快跑，跑得快还能开到，有机会吗？感觉不能开，这毒应该很疼，还有39发子弹，4名敌人。 这又给了，我不要了。这又给了20发，总共我有80发子弹，60发子弹，这说不定这箱子里还有一把，我可能已经有100发子弹了。AWM 完全没用，又给了那这么多发。 头不需要看的，我谢1500万的主播的钻粉飞机，谢谢谢我500万钻粉飞机，500万一夜500次，1500万，谢谢钻粉飞机，爱你哟，爱你兄弟。 位置不好，没有车，有车就可以架个掩体往这一架，然后看左边，这样的话，说不定马路对面有个人把我瞄了。那个电塔不太行，电塔太靠中心了。谢1500万的钻粉飞，帅呀！1500万，牛逼呀！一夜500次，看到没？对面有人。 本来我这个反坡挺不错的，但是就是怕对面有人，所以我说没过去。对面有个带炮，标一下他的点。我操！这他妈也有一个，我近点路边都有一个。我的发，这怎么有一个呢？
车也有老溜的。不过马路吗？这个人。过马路呀，哥们儿，从你哥这里过马路，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你会走得很安详的。对喽，从你柚子哥哥这里过马路，你会走得很安详，不会有什么痛苦的，就安心的去了就完了。爆掉了没？左边不可能有人吧？后面，他们好像都要跑毒。对呀，两个人吗？还有一个在哪儿？不是两个吗，兄弟们？对，这俩好像组队的，兄弟们。这俩人好像组队，我操了！他俩人好像在一起，我的发！好像组队的，我操！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？意境很棒了，兄弟们，帅呀！意境很棒了。还有一个人呢，兄弟们，还有个老六呢。已经很帅了。真老六耶！没事，很棒的。再来一把。
都告诉你了，左边有个老六，那谁知道嘛？又看不见，你看得见吗？肯定看不见，又见不到他，我怎么知道嘛？离线，OK。是以为对面有两个，那对面肯定是有两个。我旁边又没人，肯定对面有两个人。这游戏适合你中午玩，什么意思，金志哥？早晚都要死哦。给到了个火力全开，兄弟们！关注主播，反正不用是个奖品。大家想免费估价的，可以加屏幕上方的微信，兄弟们！免费估价，加屏幕上方，全网最高价说好，兄弟们！有想退游的，或者说缺米的，可以加屏幕上方的微信。想入坑的，或者搞个绝品库存号的，细品库存号。都加屏幕上方下方的微信都可以，兄弟们。任何问题，置评微信。飞机能不能开走？那架飞机肯定开不走，那还用说？又不是滑翔机。谢谢提枪哥的一张钻粉卡，谢谢我提枪哥。摩托车，我操！这他妈一个小房区，一二三四，这么多人，就一个小房子，凑这么多。小野区跳四五个。欢迎我巴拉哥。完蛋，什么玩意儿？换个线，怎么了，史莱克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刚才卡了一下，哦，现在好了呗？
M4。爆掉他们！M4加 mini， 兄弟们，就玩这个了。助理下班了吗？没有吧？怎么了？发信息不回，不要着急，急啥呀？油桶得带一些，这个地图比较缺油。这他妈也能卡住这个车，我操，摩托车也能卡呀，哼，摩托车也能卡住耶，我操嘞，没事，找车，前面有个货拉拉，问题不大，兄弟们。烟雾弹太多了，我还有这个40毫米烟雾弹，捡2个烟雾弹就够了。安排上分儿，什么玩意儿？助理不在，没事，反正今天也没有。不要急，磨磨。欢迎金子哥。拔掉他们！我操，这被收过了，这里被收过了，把油加上吧。看我都打这个了，打这个是有原因的。把油加一下。
笑耶！好不容易他妈找个 BY 玩一玩游戏，游戏。来了，兄弟们。欢迎萌萌兔，欢迎三个小朋友，欢迎，晚上好。尿尿，尿尿不是很正常吗？喝水呀，喝水不就得尿尿吗？排毒。怎么你进来的时候没有欢迎？因为进来看不见，你只要说一句话我就欢迎你了，好吧？1500万。不是不欢迎你，而是你进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进来了，所以说就欢迎不到。但你进来之后你直接发一句话，肯定欢迎你。什么身份呀？1500万，免费的只能打普通不能打竞技，对，影响应该不大的。他应该，他免费应该不出点什么机制吗？就免费的打匹配，也大部分都是跟免费的牌这种，那总不能就没有一点，就什么都没有就直接免费呗。你都开钻粉了，怎么可能看不到？这钻粉好像没有呗，钻粉好像不是，好像是看不到的。好像是等级达到30几级，好像，或者说有贵族，这啥呀？这人在干嘛？还有这种好事儿？钻粉好像是看不到的，我之前也以为钻粉可能看到，但好像确实是看不到的。不是有特权显示吗？你现在重新进一下，应该是没有的。你重新进一下，你试试。就进来有欢迎的话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只要退出重进，应该都能看到的。应该是没有。又不打比赛，免费的普通模式够玩了，免费的。等级低，生存等级低，排到的人也是等级低的，而且大部分就你排到的匹配的局里面有很多机器人，等级低的会，除非匹配值很小很少的时候，你才能排到人；很多的时候，你才能排到真人。要不然等级低的号基本上也是排的就机器人人机了，也没啥用。上了个塔当，现在呢？你又重新进了吗？老婆我来了，欢迎龙将。龙龙。空投跟丢了，找不到了，上山，把那个人撞死，找不到了。那人应该掉线了，挂机了，拿了个锅。
完了，一扇，肯定是掉线的。就是在这个山上的，就是找不到，很离谱。欢迎抽柚子，右边、左边、后边，右边、左边、后面，到底是哪一边？又是右，又是左，又是后，谁能给我一个明确的地方？右边、左边、后面，哼，逗我玩呢，耍我是呗？假的，你没看到，骗我的，撞死人的右边，他是在山上的呀，哥们儿，撞死人应该是不是不是这个防区？撞死人是这个防区。哦，看到了，在这。哦，肯定被捡过了，有多久了？早被人捡了。早被捡干净了。哎，那地上是啥？三级头吗？直接走。有那么好的空投枪，也被捡过的人捡过了。这还有个盲盒，看一下。还能嫖个三级头？哇哦！多的三级头，他也没藏这个人，很好。帅呀！爆掉他们！前面又一波空投鱼，拿个三级套再去抢空投，更加的方便安全。哇，真打了，真没捡上。我本来也是准备打真的，但是没捡上。又没有车来。MG3 怎么说？不要打我，让我换个子弹。MG3 难道说这把又是乱杀 ？MG3 加妹控 ，wait， 再来给我刷个八倍镜。我操，真有，说啥来啥。够了，不需要捡，再刷啥也没啥意义了。还得让我纠结，再刷个什么空投枪 ？MG3 加妹控已经很无敌了。游侠，游侠大的，1500万开了个游侠吗？谢1500万的游侠游皇，谢我1500万。游皇。开贵族，开贵族，他不是反鱼翅吗？就你开游侠多少？50块，反30鱼翅，就二十块就相当于直接送出来了，知道吧？然后你后来续费的话，就是正常的。但你开通的时候是多的，就看似你亏的那些，其实已经送出来了，知道吧？独立在打架，狗都不缺。找野人，兄弟们，发掉了没？自救器干什么用？自救器自救自救救自己呗，干什么用？有没有头盔？怎么可能没有头盔？隐藏的头盔而已。他估计都不知道发生了啥，人就没了。直接一个骑射一逼砸，把他干掉。这山上是啥？人吗？
这人在这看风景呢，你搁这看风景呢，哥。吉利服往那一趴，还真看不见，兄弟们，真不太容易看清楚这个地方。往这一趴，说实话，我第一时间上来还没找到他呢。这也，这个人的一级头就加 MG3，我操！这么有点意思呀，这个人一级头加 MG3。凭啥呀？这车少胎开不了。一级头吉利服副驾 MG3，好活呀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三级头。前面这个 MLS 应该在厕所，厕所里面搞不了。三级头被我打爆了。什么三级头？他包里就是一级头呀！我也没打他，我过来直接把他干了。三级头是另一个人，他把那个我打的没空打的那个趴的三级头打死了，晕死了。那个人被我打了三枪，然后被他突突死了。是另一个，不是同一个。这他妈没给他压死，我都自尽准备上车回头了，这没给他压死，我接受不了。从他头上飞过去了，我都开得这么慢了，还飞过去了。他给他打退级了，两个人，他拿 MG3 把那个溜了。我边切位置边那啥，没想到他没死。这是为啥呀？同一个地方有两个人趴着，同一个地方有两个人趴着啊？这两个人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吗？我刚走他就那啥了。不要命是吗？好的，刚好我缺点子弹，把你干了，刚好有子弹。不要你的老命了！行，这波过了他这个界了，不能打他了。车挡一下头，不要你的老命了是吧，老登？刚好子弹不是很充足了，补给一波。他也没啥子弹。应该他的车好一点，都要冒烟，他的车油多一点。还有四名敌人，这把我们是什么？骑射王，直接在车上解决战斗吧。我操我操，这个破车我真吐了，他拐弯拐不动。我真就吐了，一个两个，那防区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呢。这车拐弯能力怎么这么拉呢？明明知道有人，就是拐不动。
就是这些完成前五名，兄弟们，垃圾车狗都不开，这个破车怎么这么难掉头呀，兄弟们，这个破车狗都不玩，太难掉头了，掉不动了，开都开不动，这车想转个弯转不动，就想往他脸上贴转不动弯，这个车能不能出个 A186 耶，这个图开这个车简直太难受了，兄弟们，就是转不动弯，狗都不开，各方面都不错，这个车什么车速什么的，就是他拐弯就是拐不动。你今天抽 mini 一发入魂，一级的也没啥用，我感觉就如果不升级的话，感觉抽这个计数器比较好，抽升级的一级的也没啥用，你要是想升级的话就抽这个，不想升级的话就抽一个普通的就行了，就带计数器的非常好看。直播中怎么歪了，没歪，哪歪了？这不雨雨吗？雨雨都不带牌子，我雨雨都没有牌子。看一看 mini 的奖励，以前不都在正中间那里就问对了，肯定大家想免费估价的就加屏幕上方的微信，知道吧，那肯定要腾地方啊，想免费估价的全网最高价收号，兄弟们加屏幕上方的微信，想退游的入坑的都可以加屏幕上方的微信，搞个七品古装号的，什么双马尾什么手套号都可以，兄弟们都有加微信，牌子狗都不带，那你在现在带的啥牌子狗都不带，怎么就换上了呢，口是心非，如何才能拥有你的画质，当然也是加微信了，跟我同款画质，调试设备，放大脚步，一条龙服务，也是加微信，任何问题都加微信，知道吧，加微信就完事了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直接被他做掉，你再说小太医，你在僵子说话，小太医不给我面子什么，快吃点鸡胸肉，我现在不饿，吃个屁，等我饿了再吃。
头这牌是送荧光棒上去的，16级。主播抽烟吗？主播不抽烟。自行车。这里怎么没有盲盒呢？这个房区。带桶油，非常缺油，这个图的车。一个盲盒都没有，陈志又跑了，我操我操，兄弟们，什么情况？原地起飞？我他妈会飞，兄弟们，能不能再来一次？飞起来了，看到没？为什么有48发子弹？因为扩容战甲多两发。更新了，能不能骑一下自行车？自行车没啥用的，就只有我翻车的时候，说不定还能有点用。先带在身上，一会儿背包不够了就丢了。自行车，狗都不骑。没料呀！我的妈，把血撞残了，没有料，回不满。捡空投应该有针什么，搞不定料。这个空投有人捡的概率不大的，它离航线很远，而且还隔了个河，河这边本来就不会怎么跳人，这个航线绝对没问题。肯定没掉的。翻车是不可能翻车的，兄弟们儿，就是摔，这他妈得翻了有10圈，兄弟们，以后就叫我杂技王吧。牌子上面的八什么意思？星月会员吧。哦，这么装杯吗？翻车是不可能翻车的。不会又找不到空投了吧？这波。下面没有，应该在左边。空投呢？
空投呢，兄弟们？不在海底吧？没有这么远。不可能在海里吧？没有啊。欢迎王子哥，空投呢？我就螺旋翻了十几圈，又失去了空投的方向了。蓝圈什么意思？蓝圈其他图的物质 ，QBU 那些破枪没用。我操！白送的空投我找不到了，这怎么办？我想想，我刚刚在城里面，然后往这个方向开，难道在这儿一号点？先去换个车，没油了。这个不是空投，借人的飞机。都是基于空投纬度，一般我都是标点的，但这个空投可以走直线就能追到啊。然后我翻了一下，找不到那根线了，找不到了就。等一下，他既然不在海里，那就肯定在一号点，绝对没错。开过了，往前面走一走，应该可以找到的。在海边？没有吧？哦，在这儿找到了，不在海边，但也靠近海边，独边，右上角。眼睛用来看色情的，怎么可能看得到空投？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啊？啊？我掉线了吗？我没掉线吧？哇啊！啊, 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的妈！我卡了吗？我们是什么？是我卡了还是他卡了？他卡了呗！他卡了呗！兄弟们，这什么东西？打了他四五十枪了。哎呦我操！还不死，瞬移！我的妈！他怎么循环起来了？他卡了。哈。你遇到过开车撞？又来了，哎，这是应该真的吧？他肯定在连，应该连上来了，然后被我撞死。他应该已经在连的状态了，应该就那种，就在加载了已经，然后他就回来了，应该。操了，浪费我100发子弹。
OK，直接把他干掉，无限轮回，这个是鬼，他捡了把狗的啊，这个人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这个人蹲着往这跑，想偷袭我呢，阴我呢，原来他妈是掉线的。 掉线菌，吓我一跳，兄弟们！MG3 怎么说？狗杂和 MG3，我看你是小命不想要了是吧？捡 MG3 去干他！ 我在这里也能看到的啊，狗抓加米奇三，反正98K应该用不到。我在这石头里要恶心两枪呗啊！真是不要你的老命！ 谢我酷酷的钻石粉丝，谢我酷酷，谢1500万的又是一个钻粉飞机，谢谢，谢我酷酷，谢1500万，谢谢，酷酷一夜800次，谢我酷酷的钻石粉丝，谢1500万钻粉飞机。 双飞，爱你救命！1500万，一夜1000次，酷酷一夜800次。<咳> 大气，一夜多少次？反正就很牛逼就完了，不好玩，兄弟们。<咳><咳> Kyoto to the bay, strolling so casually. We're different and the same. Gave you another name. 来把竞技，兄弟们。帅呀！他用的什么玩意儿？来一把竞技，兄弟们，第一把，吃个鸡吧。 竞技模式我还是很牛逼的，装个皮肤，汤姆逊，恶毒雅翅大鼻屎，这大鼻屎哪儿的呀？这他妈三级头也太丑了，已经很棒了，1500万。 我操！哎，没事。竞技模式，又是泰哥，狗都不玩。去萨洛的自闭城，自闭城。 不玩，这个号玩不了，这笔钱，玩点那啥呗。这号虽然500级，但是排不到排
四排的话全是机器人。不要骂柚子了，柚子已经很胖了，谁骂我了耶？本来别人没人骂，你这话一说，啊，小太医，黑粉是吧？小太医，一天到晚就直接被他做掉，帅，一天到晚嘲讽我是吧？啊，学我说话，小太医。真行呀！明明没人骂我，谁骂我了？你非要说，真是够可以啊！要不你把小太医封个360？给大家来个活力全开，关注发那么送10个奖品。我什么时候做掉？我怎么敢呀？1500万，我敢吗？下面有个货拉拉，没车呀这里。嘟嘟嘟嘟嘟嘟，跟他狂拽避开，找不到车，干他！他不会直接去开车跑吧？我怕这个逼开车跑。就玩个这游戏，就这样呗。狗都不玩，兄弟们，就玩了一站。我以为他是送死，就玩个这游戏，竞技模式，狗都不玩，兄弟们，狗都不玩竞技。狗都不玩竞技模式，兄弟们。今天有点拉，这是跟我有啥关系？我他妈去，看来还是不能玩竞技啊，兄弟们！我已经被杀了几天了，兄弟们！就给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做的。我以为他在等死，他在犯病，没想到我们是小丑，兄弟们！你就看他怎么玩的，你就知道了。看他的操作，你现在需要加练的，玩个第一把竞技模式，跳个野区，直接他妈遇到这个逼玩儿，怎么打嘛？你说怎么打？你看他那个就完事儿了。你觉得是我菜还是他牛逼呢？我菜啥呢？我只不过是不能锁他头，而他呢，他是锁我头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不玩竞技的兄弟们。这单排竞技，就前天玩了几把，就60%的被他杀的率。昨天玩了四把，三把被杀，不能玩，兄弟们，玩这个玩的就被恶心，不能玩竞技，兄弟们，好不容易想玩一把，结果就这样，狗都不玩。昨天玩了四把，就是被三把，还是匹配呗。匹配的挂应该相对来说少一点，单排竞技狗都不玩。这跟我拉不拉有点关系，我已经挺准的。就他杀我两枪，打我两枪头，而我只不过是打了他两枪身体而已。
因为毕竟的落地这个枪，就算你预瞄他的头，也不能预瞄头。落地这种没有配件的枪，预瞄头的话，你反而压不住，他有二级头，就只能瞄他身体，可能他后坐力一上去还能打个头。预瞄头的话，最多第一枪中，而他呢，他不需要什么配件，我打了他两枪身体，他打我两枪头，没办法，锁我头。周末挂多，哎，我已经觉得不是周末的问题，周四也是，前天也是，反正就竞技模式不太行了，单排。前天打的是周四打的是打一晚上竞技，就前5个小时就全是，然后后面就没怎么遇到了。就我提枪哥给我整了个钻粉，然后那把虽然最后也有个挂，但我把它猪了吃鸡，然后后面就基本就没遇到了，也就遇到一把了。前天提枪哥的钻粉给了我那啥，给我们续费了。还得是匹配，兄弟们。谢谢爆肝。爆肝小 C 的一张办卡，谢谢，谢谢爆肝。下面有个蹦蹦，谢爆肝小 C 的两张办卡，谢谢，谢爆肝。想看追公投，肯定追公投的。不追公投还有什么意思？小丑一个，兄弟们，今晚上不可能碰经济了，单排。有自救器，盲盒。欢迎我杰伦哥，杰伦哥最近打单排了吗？觉得怎么样？柚子，你终于来了，我都来了2个点。秘密钥匙，哎呦，还有这好事儿！秘密钥匙，头盔没钱。哦，这个头好，有了。这个不是空投，不是空投机，太高了。我就说吧，空投不可能这么早。
还没有打，观望观望，那你别打了呗，别观望了，观望不了。就昨天玩了几把，试一下里面的水，不太行，然后一晚上就没打了。刚刚玩了第一把，晶晶，反正你还是别打了呗。这把玩双狙，可以的。算，诶，哦，刚刚是啥呀？刚刚应该没有算狙呗。直接给我劝退，兄弟们！右上角有个人连续杀了两个，瞬间杀两个。对，刚刚有个跑车可以换一下，秘密钥匙。栓狙，我的栓狙还是留的，预表点非常准。那个应该是空投，整个 AWM 栓狙，房子有枪补，枪补不是在我枪上吗？有了耶。空投没看到，先去整个密室呗。秘密钥匙，72加密室里面应该有栓狙的，说不定还给我刷个 AWM 三级头。竞技有 M24 的，本来想让你玩，竞技栓狙太多了，你随便挑个地方都有狙。直接给劝退了。竞技只有你不想玩局，没有不存在没有局。三级甲给我刷了一个凯文，怎么说？我操，这个密室三级头也没有，枪也不刷，三级甲也没有，三级包也没有，什么玩意儿？挂掉了没？这密室也太穷了吧，哥们儿！主播看不到你说话吗？看得到呀，好兄弟，拿 SKS 呗。这个密室，狗见了都摇头。再捡烟，捡火，捡火。捡烟吧。OK，我说加了没有回你，不要着急。就等个过个一个小时不回你，就再发一遍，多发几遍，因为要可能会漏了，然后消息很多。你过一会儿就发一遍，如果没回你的话，消息太多了。特别是晚上消息最多的，晚上该下班的都下班了，消息非常多。好兄弟。离我这么近干啥呀？想死是吧，老邓？这么靠近我，啥意思？搭了个 M249，你想突突我呀，哥们儿？老邓，直接把他两枪爆头啊！
还要跟我并驾齐驱，比比谁的车快什么？拿了个 M29，可能他想射我，火力压制直接被我秒了，挖掉了吗？继续密室，没有钥匙了密室，但我有自救器，也可以密室。就算因坠落而亡，也可以复活。哎，还是算了吧。狗都不偷密室，密室里面也没有什么好玩意儿。刚刚有栓狙没捡，有吗？没注意 ，SKS 也没啥好玩的。拿摩托车、自行车，他有 bug 哎，他有机关，反手给我杀了，密室，太恶心了。昨天有一把是直接摔死，因坠落而亡；有一把是给我的自救器直接整没了，打死那个人98K，太远了，没事，下一个就有了。我不是回头草，再干一个。不重要，一把98K而已，又不是 AW， 随便杀个人都有。我得先拿个空投三级套。栓狙也不一定用得上的，栓狙主要是中后期能用，前期的话基本都是近战，很少有对枪的，没必要对枪。这个密室，但是没有自行车什么的，也偷不了，也没啥好偷的，因为有一个自救器了。拔掉他们！来了，空投掉了，不对，那是超级空投。超级空投狗都不捡，就一把空投枪。我们要的是空投雨，多种选择。就是刚刚那个城吗？锯齿762和大炮要多少钱？锯齿762，齿轮头吗？那都绝版了，都已经抽不到了。除非你已经有一个一级的，你才能升级。要是没有就基础的一级的话，就升不了级了，就没有了。OK， 栓狙98K，说拉就拉，既然回来了就拿一下。建议身上带个自行车，开车卡密室，别卡了吧？这么喜欢卡密室吗？没必要卡密室，它不是以前的密室，以前的密室我30秒就能搞一个，现在的5分钟才能搞一个，别搞了，搞到最后给人送快递，别搞了，搞那玩意儿没啥用。以前的密室的话，我随便就偷一个，就算不肥，我还能去下一个。现在你好不容易偷一个，结果里面很穷，没意义。空投雨不香吗？我不吃回头草，这不是为了你吗？1500万，为了你呀、啊？怎么还这么说我呢？
不是为了你，我拿那个酒吧可以干啥？本来我就是要吹空投，马上也丢了，但只是因为你，所有的一切。看了没？拿了也没用，拿了也得马上丢了，AWM 了。为了给你一种安全感，知道不？消音 AWM，还有个三级头。藏一下！我操，怎么还有个三级头？多俩三级头，这就过分了呗！直接就丢雷呗！妈过来就丢个雷，毛都没看到就丢个雷，真是离离原上谱耶！他妈的！过来就给我丢个雷呀！你真牛逼呀！你真是个……他是好人吗？你们觉得？开个摩托车从一个坡后面开过来，不可能看到我的车，不可能看到我的人儿，雷也是他妈跟踪雷，兄弟们，你真是个好玩意儿呀你！他肯定没那啥了。操，这两个电网什么都看不到，你真牛逼呀！我车看见了，他在这儿凭什么看到车？车也看不见，人也看不见，毛都看不见。他没投注物了，不要怕。你他喵的，搁这恶心人是吧？偷我啊！雷也是跟踪的，什么都是跟，就透视那种明显的特征，知道吧？熊样子，但他被人打了，他被人恶心了，而且我也是三级套 AWM，我也不怕他把我什么瞬间，什么 MOS 爆头、98K 爆头也不怕，恶心人是吧？他在这个地方停，不可能看到我的这个车，也不可能看到这里有人儿，也不可能就我往左边拉他往左边丢雷，我往再左边拉他往左边丢雷，就完全不可能有这种操作，知道呗？他就不可能每个雷都追着我炸，知道呗？首先是没有听到脚步的，这个距离没有脚步的，而且我也丢雷了，就算有脚步，我丢了那么多雷。他耳朵也缓不过来的，就完全是不可能的，知道吧？直接把他干掉！他丢了五个雷炸我，加两个蓝圈手榴弹，非常的恶心，兄弟们。就他这个位置，怎么能才能看到我的车呢？就完全看不到我的车。他还有个密室钥匙，我操，这个逼！密室钥匙加信号枪，我操嘞！没有装甲车了，两个空投都在，没有装甲车了，这不是搞笑吗？之前有人打信号枪都是装甲车，不是空投，这信号枪没用了耶，超级空投还不如直接追空投。没有装甲车怎么玩啊？白拿了。打空投还得等，没意义，不如就追个空投了。找个密室。我都看得见他了，他能看见我。我看见他，我什么位置？我高点反斜，他什么位置？
能一样吗？就算我漏了很多，就算漏了一点，但不可能每一波都漏给他，知道吧？这个距离，因为我会控位置的，可能会有漏，但是不可能每一波都漏。每一波我跑哪儿，他就追着我丢雷什么的，不可能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就我刚刚猎闪的时候，就最后两个闪，我猎闪的时候他往后面退了，还有一个细节。有埋伏，还有，这怎么被人搜过呢？这里密室被人开过，这还有密室吗？没有密室了呀，这个圈，这还一号点还有密室，太远了。还能去吗？下一圈疼吗？密室被人捡了呀！我这个钥匙，我不甘心。算了吧，密室也没啥好东西，密室不去了呗。最多就让我多一个自救器，我已经有一个自救器了，一个估计都不一定能用上。别去了呗。就埋伏那个密室，被人开过了。反正要多，这个逼的弹道有点准的，但应该不是挂，准但不是那种挂的准。去，反正要多。这个圈50秒缩圈，我开个门到那儿来回1分钟，加上缩圈1分半，应该可以，差不多，摊一波。有钥匙不开，有点难受的。走吧，这我不贪，是一号点吧？好，不是一号点，好像是这儿，这个一号点，这里好不是密室，哦，记错了，这好不是密室，前面的，应该是一这个原点。算了，别去了，没油了，别去了，哥们，别去了，应该是这个点一号点，记错了。去不了，算了，也没油了，去了直接堵死了，有命知道他是啥，也没命享受了，走吧，装备够了，不需要了，好车，人不能贪心，兄弟们。不能太贪，可以小贪，但不能太贪。仔细算了一下，还是可以的。别了，不去。我操！我的佛！你他喵的碰瓷是吧？碰瓷儿！吓我一跳！这个老登，虽说我把你干了。但你吓我一跳，你得陪我。喜提新车，兄弟们，他妈的，过了个坡，冒了个人出来，给你哥整一愣。后面有个人，兄弟们。给你他妈右哥整的有一愣一愣的，后面石头有个人，但我不太能打，因为刚刚有人狙我，我就跟他换成 BK 的话，被打屁股的。不要急，等他来了再搞他，这不就有油了？有油也不能去了耶，等这个圈锁完才能搞，因为这围墙不知道有没有人。圈锁完可以出去丢雷炸他，这边也不知道有没有。我后面有一个的一号点，100%有一个，他没打我，因为他可能觉得我没听到他。信号枪，别着急，等会儿的。
有两个装甲车被人打了，你没看到装甲车？我不怕装甲车，只要我子弹多就不怕他的装甲车。应该就这个人开车走了。怕屁股有人进来，哦，打装甲车呗，打空投呗。应该没打完，应该算成功的。这有个人，就是那个 M24左边的。爆料了呗，对面这个反斜有可能有老六的，老登的。后面那个应该是走了，就那个车，还是在房子里安全吧。一枪，再来一枪，两枪都中，准不准，兄弟们？狙王吧，兄弟们。以后就叫我 AW 王八，两枪移动吧，枪枪到肉。等死吧，居然还有一个。刚才开车的不是他，想溜我，翻出来的一瞬间，幸好他没开枪。他估计也没反应过来，我翻出来，应该从这个窗户翻的，大意了，还真有一个呀，哦，填包没雷了，填点投注，密室钥匙丢了吧，空投还不下，解不到了呀，一会儿。就两个人呢，还捡个屁的空投哎！别要了，不需要了。两个人了，他俩好像都在那边，别空投了吧？怎么就是两个人了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快？这么突然？空投掉了，但是我没走的话可以捡，不应该走，好像是可以捡，但我走了。一个在那个石头那儿，有车怕啥？确实可以捡，我感觉要吃毒的，但还是没事，没捡也没关系，不影响，没什么影响。他妈两个，还有一个在那儿，一个石头那儿，还有一个老登呢，我不敢停这个石头，怕被溜，被后面。哎呦，看到了，左边，那就没事，不怕变六。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被控，把左边的狙死。这个位置拿不拿下？有种你就一个雷把我炸死，哥们儿！有种你就一个雷把你哥炸死，好吧？不对，这个圈说完好，还有一个没化妆，才没化妆，好像不太好打呀。万一往他那儿切，我这个位置好像不行了。这下个圈不是没化妆，这个图还有一个圈，他80米乘80米，下面还有一个30米乘30米，好像。开着石头在不在圈？石头在圈，位置肯定比我好哎。这树独边，敢与我对枪吗？我操嘞！这个圈不是搞笑？
推我一个黑凤雷！他好装备啊他！ 你怎么这么装呢？啊，在那个树左右露露了，露露了啊，左一露右一露，在这个树又左一露右一露，就是不跟我对枪，装奔是吧你啊？直接把这个雷扔到你嘴里含住好吗，哥们？好装呀他，左边打两枪，右边打两枪，就给他装奔儿，招死！ 直接一个人塞他嘴里，兄弟们，把他干掉，太装逼了，秀自己的身法是呗？有用吗？直接把他炸死，兄弟们！直接完成单人99排，士气啥直接，兄弟们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冠军啊，兄弟们！给大家来个火力全开！ 关注主播发的送10个奖品，扣播小6哎，兄弟们！大家有想免费估价的，可以加屏幕上方的微信，兄弟们；有想退游的，换米账号换米加屏幕上方的微信，兄弟们；想脱坑入坑的，搞个竞品库存号的，可以加屏幕上方的微信，兄弟们！回复即时卡可以免费领取皮肤，兄弟们！我们是冠军，帅哎！ 想提高画质的兄弟们，跟我一样同款画质的，放大脚步，跟我一样流畅的，提高帧数，兄弟们，一条龙服务，加屏幕上方的微信，任何问题加微信就 OK 了，兄弟们。欢迎金子，直接把他一颗雷炸死。行，我要看一下我这个雷扔到哪儿了，他应该是满血被我炸死的。 三级套，兄弟们，因为我前面两个雷扔不到，没什么劲儿，没扔到，后面最后那个雷是应该是满血，一个雷炸死，非常准，给他人都炸懵了。看一看，兄弟们，雷王八的雷，雷王的雷，有多牛逼？ 太装了，哥太装，是不是大姨妈来了？那是满血吧？满血看到没？看我这个雷，什么水准？满血一颗雷，直接扔到他裤裆里，砸到他的小鸡儿了。 蛋都给他炸碎，兄弟们，这个雷直接砸裆，帅呀，兄弟们，满血三级套，就一发，吃到嘴里的，不是吃到嘴里，砸到裆了，这比吃嘴里还狠，砸裆了。
boss. I'm about to ball, don't care what it costs, I'm going hard. I need some light, it's way too dark. 你赶紧吧，瞎叨叨！你赶紧吧，什么我赶紧吧？赶紧干啥？什么火气这么大呢？瞎叨叨，赶紧吧！我欣赏欣赏我的操作怎么了？啊，不牛逼吗？赶紧吧，瞎叨叨！看一下那个炸我的，别看了，再看这小猫又要说了，又要说我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就看一下自己操作，大家要说我，不敢看了，不看了。再看他又说了，不行不行，害怕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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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咋不看看？不敢看了，不看了，算了呗，下把再看呗，一把看一次就够了。再看他又说了，不看了。小毛先生，柚子可以看看你的脸吗？我怕你们吃不下饭。因为我秀色可餐，你们就吃不下了，知道呗？就没有食欲了。然后万一给你们饿到了怎么办？到时候，虽然说当时你们就看到我就不饿了，但是你的身体的话，肯定到最后还是会顶不住的。给你们饿到就不好了，还是算了呗。再来一把，兄弟们，只要我不浪，还是。稳机的，但我拿到 MG3 我就要浪，但不拿 MG3 还不浪的话也没什么意义了，没什么意思了，就得浪，屠杀吃鸡 MG3 大舌头不可能帅的，我怎么可能大舌头？标准的普通话。非常的流畅，播音腔。你就跳过厕所？什么跳过厕所？找车。单排要追空投，知道吧？哎，下面有车。拿车追空投不是跳厕所，懂吗？就你跳过野区没啥用。因为你只要拿到车，你想去哪搜刮第一波物资都可以。但你跳过野区，你搜刮到的物资，但是你就不能有车载具追空投，有啥用？就一定要拿到载具，然后追空投，懂呗？这把车好多耶！我开了一辆车，这有一辆车，那个人也开了一辆车。我们的目标是追空投，空投鱼。而不是就落地搜一波，然后搁那找，搁那逛街，就搜完第一波追空投，拿到物资，非常完美。然后就算第一波空投没打过别人也没关系，反正也是前期，死了也没什么遗憾，没那么多遗憾。就这个方具。我被锁的地方，竞技模式。什么鼠标？狗屁王二代吧，二代狗屁王，迫击炮。主播嘴里含了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就这么说话，我平常说话应该不是这样，但直播就这样说话，我也不知道，
应该不一样。迫击炮，狗都不玩，丢了呗。这又有迫击炮，感觉这玩意儿你平常想收不到，你不想要的时候它就有了，还来个一两个。之前那把也是，就明明不想玩这个玩意儿，他连续给你刷两个。打一发看看，这玩意儿只能自己玩，打不到人的，没啥用。赶紧进圈追空投才是王道。打一发放个烟花，赶紧追空投吧。这玩意儿我可以打得准，但是肯定打不到人，没有人会傻傻的站着等你瞄准。就可以在这个房子准确的打到这个一号点，就别的房区的房顶，打得很准，但是打人肯定不行，就不可能杀到人的，除非打挂机的。主播，你的内裤是什么牌子？啊，不知道哎。我的内裤什么牌子？我穿的我陈哥的内裤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。不是他穿过的，是新的。不要想错了，兄弟们。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，反正还可以。陈字牌内裤，穿的是他多的新的，知道呗？并不是说我跟他穿同一条。来了，空投呢？刚刚有飞机声音吗？那应该不是空投，那应该是借人的飞机。我没看到飞机，借人的飞机的话会飞得很高，知道呗？打算出手吗？出手啥呀？空投还没来的。欢迎我萌萌兔，欢迎我兔。右键什么分辨率？2K 分辨率 ，2K 2560。我还不来 ，K 二怎么玩？狗都不玩的枪，你看这 K 二的射击速率、射速，非常的慢。右键。你的内裤多少钱一条出？网上什么人都有，你搁这自导自演，自己问的，然后你又说网上什么人都有，你搞鳖。弹幕每次都中奖，五六十个人参与吧。中奖几率非常的高，给大家来个火力全开。
关注主播发送送十个奖品。能上链接吗？你的那，能不能整点游戏的问题？别搞这个了，什么硬件的问题呀、啊？这。最便宜的一个号多少？小白号不能打竞技的30-40块吧，30块吧。能打竞技的应该180几。然后库存号的话，反正加微信就完事儿，咨询。在这问了也没用，加微信，屏幕上方，脱坑入坑，加屏幕上方的微信就 OK 了。买你的那啥，回去熬汤。这都什么人呀？